是一位意象山水画家，大胆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次上探索，并形成独特的画风。他笔下的作品以神意为主，客观万物为辅，线条独特大胆，个性独特，学术性强，又是从传统中来，创造性地提出了无村法、无法村、超时空的观念，开现当代水墨艺术意象世界的先河，从而使中国传统水墨艺术从传统局限冲决出来，走向自由主观个性的新境界。他就是著名意象山水画家王明炎。